我想在这个近乎梦幻般的夜晚向所有观众道一声晚上好。赛前的准备工作之前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完美啊，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完美。我们随时为您播报两队的消息，现场比赛的气氛一浪高过一浪，让我的内心也充满了期待，这也是足球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。天气好，观众热情，再加上我们的职业球员，哇，一切都是完美的。这样的场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，这看起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裁判身上。点球， AC 米兰想必是追悔莫及啊。看看僵局能不能打破。糟糕，踢偏了，这绝对是一次扳平比分的大好机会。不过他们现在没有时间沮丧，否则形势将会变得更糟。舍甫琴科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你能告诉我这场比赛你特别关注哪位球员吗？看到萨利巴，你就知道主教练想要球队从后场开始组织进攻。他在拿球的时候十分自信，而在带球推进方面，他常常是整个联赛中的佼佼者。他会有大量的拿球机会，有时会直塞给锋线，显然会选择他，不是吗？他具备所有的能力。球在古利特脚下，他准确地找到了队友，终于摆脱了围堵。精彩的对决，他显然是在全身心享受着比赛，要是能赢下来就更好了。这球没办法，禁区里已经站满了人，很难打穿。球在卡卡脚下，塞尔西奥戈蒂奥多斯桑托斯，大卫贝克汉姆射门，他不想冒任何风险。萨马埃尔埃托奥要快速带球向前，罗特尔马特乌斯将球拦了下来。杰拉德，卡卡，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。球在埃托奥脚下，塞尔西奥戈蒂奥多斯桑托斯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。反击的好机会，直接从中路找到机会。里杰卡尔德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救险，这球分得漂亮。梅西一下子就把对手给甩掉了，球出了边线。罗纳尔迪尼奥准确的预判，萨马埃尔埃托奥这脚传球质量不错，不过没能形成好机会，形势还是不错的，想法并不是不好。直接传到前场，准确的找到了队友。我不确定他需不需要拿球这么久，有几名队友已经非常生气了，这肯定会让教练十分恼火，传球意图太明显了。球在埃托奥脚下，这个犯规，哎呀，这个判罚对裁判来说根本没有难度嘛，很明显嘛。卡卡，罗纳尔迪尼奥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他仿佛在跟对手说，兄弟到此为止吧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萨摩埃尔埃托奥，保罗马尔蒂尼，卡卡，帕特里克维埃拉，大卫贝克汉姆，这次进攻组织很有机会，不过最终还是没有造成威胁就被破坏了。卡卡进行了几次快速的短传配合，射向球门，
威廉萨里巴把球处理掉，还在等待比赛的第一个重要时刻。舍甫琴科越位举旗了，这个断球干净利落，大卫贝克汉姆一出手就底气不足，球在埃托奥脚下，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当时处理得好，他抬脚射正，他绝不会浪费机会，很漂亮的反越位，跑位很聪明，突破了对方的防守，把握住了机会，很精彩。兰斯取得领先，这样你能够有资本控制比赛的节奏，此时慢下来是明智的选择。再传回中路，亚历山德罗内斯塔，舍甫琴科，漂亮的断球，漂亮的解围，惊出一身冷汗。罗纳尔迪尼奥，卡卡。Temps additionnel, une minute.史蒂文·杰拉德，球在埃托奥脚下，这就叫拿捏。他找到了突破口，能进球吗？险些进球啊！而这也是上半场的最后一脚了。一句话来形容上半场比赛的话，那就是双方都在小心翼翼的试探。经过上半场的热身之后啊，下半场可能会踢得更加开放。Mesdames et messieurs, je vous demanderai de bien vouloir prendre connaissance du communiqué envoyé par la police et qui s'affiche actuellement sur l'écran géant.我们再次回到比赛， AC 米兰不能自乱阵脚，但是他们必须尽快做出调整，并力争在下半场尽快取得进球，为此他们要全力以赴。对方负责制造问题，而他负责解决问题。洛特尔马特乌斯，卡卡，这是双方王牌之间的直接较量。起脚射门，威廉萨里巴被侵犯了，一个舌尖上的抢断。哎，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？彼得舒梅切尔第一时间将球踢走，进攻再次被轻松化解。洛特尔马特乌斯，这是一次关键的断球。 AC 米兰连续做了几次短传配合，他能组织起反击吗？将球拦了下来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再打回去，能否把握住机会？没问题，这个变向幅度还挺大的啊，不过还是算他的进球。
changement. Le numéro 8, Gérard.AC 米兰可以进行第一个换人调整了。AC 米兰打入扳平一球，双方战平。这样的比赛总是非常焦灼，双方彼此非常了解，于是今天又上演了一场拉锯战。显然他在关键时刻发挥的不够好，想法很好，跑位很机灵。我就像你说的，传球太让人失望。卡福几次精彩的后传，把球带到了前场。拉打一脚，打进一球，完成了逆转。卡卡非常聪明地回做了一下，后面的射门就容易很多了。我不是说射门不重要，但这个传球配合的确关键。教练叫他上场的时候，他就显得特别高兴，一心要想着回报教练的这份信任。教练的指示就是让你上场，带来一些改变，看你能不能完成任务，为球队打进一球。连入两球，现在比赛局势会如何发展呢？他们目前已经牢牢地掌控了局面，而对方的防线将承受进一步的考验。身体优势这一点让对手很吃亏。双方你来我往，一方全力进攻，一方毫不退让。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。这球只要传得再好一点点，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了。防守球员已经预判到了，隐蔽性应该再强一点。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，兰斯凭着冒险的一铲逃过一劫。这就是个不得不铲的球，他们被反击打个正着，最后没办法，只有放铲，做得漂亮。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很好的跑位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一脚射门如何？抬脚射门，他得分了。优势扩大到两球，他们牢牢掌控了局势。这球就是现足球队的水平也能踢进啊！我觉得这不但是个好球，还是个漂亮的团队配合。不是狂奔半场或者连过五人的进球才算精彩，这一传一射也毫不逊色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。我想他们一定看到了扳平的希望，球迷也是，万事俱备，只欠运气。路易斯·菲戈，马特乌斯，做的就太漂亮了，直接射门。无论从哪个层面看，他都是门神。内马尔打席尔瓦，一定在想他该怎么做才能进球吧。他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，选择了战术角球，转移到前场。兰斯尽管创造了一些机会，但要取得进球还要多加努力。哎，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，应该是出了界外。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。这个传球我火呆啊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。可以抢到落点，开始加速，将球传向后防，耐心寻找机会。他遭到了侵犯啊，这样的任意球机会要是错过就太可惜了。这是一个位置很好的任意球，皮尔洛守得漂亮，球被门将拒之门外。应该说门将开始的时候站位非常好，有助于判断球的飞行路线并及时封堵。卡福处在非常好的位置，这下抢断很漂亮，略带责难的眼神说明了一切，队友之间在沟通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内马尔，他甩开了对手，质量怎么样？他们就像打不死的小强，再次扳平了比分。球门打开，这种情况不射简直对不起自己啊！知道对方有超强的射门能力都没有提防，这只能说自食其果。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典大战，到了这个阶段，进球会让他们占据心理上的优势。我认为他们应该放手一搏，全力争胜。我看好像是越位吧？对，是越位。看来两队今天是难分胜负了，不过还有可能打破僵局，
传出这样的球我也是醉了啊。他们希望取得这样的效果，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法比奥卡纳瓦罗抢断的位置很合理啊。temps additionnel 5 minutes， 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精准的传球，防守漂亮，太及时了。补时五分钟，准确的预判，这一脚拿捏了，将球转移到了侧翼，再传回中路，好听就是好投，混乱的场面得到了化解。这次失败了，大脚向前传，内马尔出界了。球在莱昂脚下，球在卡卡脚下，这是一次成功的防守，他夺回了球权。时间到了，真是神奇的一场比赛，两支球队可谓棋逢对手，英雄惜英雄。蔡慧强同学，能否谈谈你的看法？他们今天曾经一度掌控比赛的节奏，并压制住了对手，但最终还是没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利，相信他们一定非常非常遗憾。非常感谢蔡慧强同志的精彩点评，观众朋友们晚安。 Merci pour lui。
欢迎各位收看这场晚间进行的比赛。非常开心的告知各位，今天是天空如洗，天气情况近乎完美啊！现场的观众情绪也同样完美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种高涨的气氛当中。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。天晴嘛，比赛自然也有好心情。相信在这样的双重好心情当中，比赛是绝对精彩的。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红黑的海洋。圣西罗球头球冲顶，万比萨卡尝试将球破坏掉。卡福，卡卡，AC 米兰拿到了第一个角球，这也是双方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。险情得到化解，发动反击，就很快来到了另一边的半场。卡福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，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。穿透了防线，球在姆巴佩脚下，这下很精彩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最终破功全都无啊。球在姆巴佩脚下，丹尼斯劳防守漂亮，太及时了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卡卡直接与对手过招，皮尔洛扑脚很及时，这一下失去了球权，他无人门前失射，没问题。这实在是太精彩了，这粒进球可以说是靠他一己之力完成的。他表现得非常沉着，经常可以看到一名球员一路过关斩将进入禁区，非常精彩。可惜最后射门偏偏打飞，但他没有犯这样的错。这么早就已经打破僵局，是的，比赛开始之后就应该这样打，控制节奏，把握机会，这是个非常不错的开局。伸出一脚将球断下，一次很漂亮的防守，及时阻止了对方转身。这就叫拿捏，拦截的漂亮。罗德里埃尔南德斯，球在戴维斯脚下，极其老道的防守，球被抢了。漂亮的直塞球，把球传了出去，专家级的拦截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将球转移到了侧翼，马丁厄德高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很好的跑位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这下全攻了，成功化解了一次威胁，得到一个角球。这是他们的第二个角球，对手还没有拿到过角球。尼斯在发球后发起了快速反击，角球既是机会，也可能蕴藏危机啊。福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舍甫琴科身体优势，这一点让对手很吃亏。丹尼斯劳，马丁厄德高，里杰卡尔德一直保持警惕，及时出现。尽管后卫这次占了上风，但相信他不会就此罢休。往前传，他用行动表明此路不通，漂亮的断球，否则形势相当危急。内马尔，球在丹尼斯劳脚下，他开始加速，这样应该就成了。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
他娴熟的断下球，没有让球过去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塞尔西奥戈迪奥多斯桑托斯，卡卡，埃德加戴维斯，能否把握住机会？他们做到了，这就是球迷们希望看到的，他首开纪录。AC 米兰不会放过任何一次中场传球的失误，短短几秒就结束了战斗。AC 米兰取得两球优势，而对手仍未破门。是的，现在比赛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，显然其中一支球队已经牢牢掌握了主动。这应该是第三个角球了，对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角球。好听就是好投，忽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，反击要来了，球来到了左侧，一路带球走位。哎，又抢回来了，丹尼斯劳，特奥埃尔南德斯想要穿透防线，一路披荆斩棘，调整打门，这很难判断落点。面前一片开阔，早早的就发现险情，就像有第六感一样。裁判看了一眼，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AC 米兰发挥出色，半场结束2-0领先。我们再次回到比赛，皮尔洛，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这脚传球很到位。裁判的哨响了，估计吹的是越位。这下让他倒在了地上。鲁迪格，他们在球场上竖起了一道墙。马丁厄德高扑进去了，表现得非常机敏漂亮。卡卡，塞尔西奥戈迪奥多斯桑托斯，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纵身跃起，有一次机会，十拿九稳，甚至十拿十稳啊！也许这个过程太过轻松了。已经锁定了胜局，这球太酷了，打的位置非常专业。这球恐怕是两个门将都很难扑出来啊，更别说一个了。这射门太刁钻了，这完全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。马丁厄德高已经进入了威胁区域，万比萨卡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，跑向了传球的落点，球在厄德高脚下。教练席的诸位至少可以稍微松口气，不过更大的挑战也刚刚开始，球员们需要更加努力。戴维斯，这球赛得漂亮，能进球吗？一次精彩的扑救，我觉得他表现得很不错，能抢到门前这么好的位置，但只是无法一举进球。现在高个子球员都来到了禁区里面。直接空门，图尔图瓦扑得漂亮，讨厌到了门将，好险啊！刚才并没有人紧盯他，所以尝试一脚远射也是合理的。
第五个角球，他们在角球上占据着优势。尼斯快速发起了反击，踢角球最怕的就是这种快速反击。大卫贝克汉姆将球拦了下来，他们希望出其不意，以速度制胜。来到了空旷的地带，丹尼斯劳大师级的防守， AC 米兰得到了喘息的机会。这就是个不得不铲的球，他们被反击打个正着，最后没办法，只有放铲，做得漂亮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犯规在禁区内，是个点球， AC 米兰想必是追悔莫及啊。罚球队员与门将深情对视，这是要唱情歌吗？大回一球，非常坚决的射门，他直接把球打向了中路，门将完全没有想到。伊斯打入一球，为自己保留了一丝希望，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射下球门，这是一次教科书般的扑救啊，精彩的扑救。罗伯特巴乔脸上露出了一阵苦笑，但至少他还算心态不错。他们成功的把球破坏了，选择回传，险情得到化解，发动反击，反击要来了，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他摆脱了防守，他无人盯防，有大把机会，怎么样？何等顽强的防守精神才会有这样的结果，他在防线上的表现非常出色。突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，布鲁诺·费尔南德斯潇洒的进球，这是一粒手术刀般的进球，漂亮的射门让门将无从判断。教练叫他上场的时候，他就显得特别高兴，一心要想着回报教练的这份信任。教练的指示就是让你上场带来一些改变，看你能不能完成任务，为球队打进一球。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典的比赛，一刻都松懈不得，主教练似乎一直在让他们朝着下一个目标而努力，如今下一个目标已经近在眼前，这场比赛他们一定会踢得很好看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时机不错，他硬是突破了过去，终于摆脱了围堵，这次抢断非常关键。AC 米兰，这下很可惜，没能杀死比赛。拉斐尔莱昂，很好的跑位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AC 米兰又抢到一脚，他不想冒任何风险。他能组织起反击吗？梅西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尝试一脚直塞，很不错的进攻组织，传接配合很有效。我想刚才的那次进攻肯定让球迷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我不确定他们是怎么死里逃生的，不过他们仍然领先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，成功断下皮球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卡卡往前传，一记直塞球，射门，他成功了，优势扩大到两球，他们牢牢掌控了局势，进得漂亮，一记精准的打门，这才叫射门，直飞死角，他本能的知道球该往哪里踢，毫不犹豫，一记漂亮的射门。
AC 米兰在最关键的时刻取得两球领先，对手恐怕是回天乏术了。在这种艰难的时刻，他们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将挺身而出。这个断球干净利落，赏心悦目的脚下配合啊。第四官员举牌示意，补时五分钟。布里特把球抢了回来，裁判结束了比赛，他们获得了想要的结果。事实就是在关键区域的硬实力以及更强的整体性让他们得以取胜。那么杨墨水喝得比我多的蔡指导，关于比赛的过程你有何见解？回过头来看，开场早早的进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，尽管他们没有大比分获胜，但早进球会极大的提升球员的自信心，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比赛的走向。好的，非常感谢蔡慧强精彩评述，我们的解说就到这里，观众朋友们晚安。
欢迎各位收看这场晚间进行的比赛。非常开心地告知各位，今天是天空如洗，天气情况近乎完美啊！现场的观众情绪也同样完美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种高涨的气氛当中。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。天晴嘛，比赛自然也有好心情。相信空门，绝佳的进球，梦幻般的开局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他表现得非常沉着，经常可以看到一名球员一路过关斩将进入禁区，非常精彩。可惜最后射门偏偏打飞，但他没有犯这样的错。当然，这肯定会增加比赛的观赏性。无论教练在赛前对球员说了什么，显然十分奏效。他们的进攻非常犀利，取得进球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没了没了，哎，本来组织的还是不错的啊。赫内斯现在反击啊，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这是个绝佳的机会，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想要找跑位的队友，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。这球分得漂亮，球在贝克汉姆脚下。安德德，梅西，舍甫琴科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他抬脚失射。他不想冒任何风险。赫内斯，他们想要充分利用对手的这次直接从中路找到机会。球在卡卡脚下，他找到了突破口。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拦截的漂亮，试图直塞，准确的找到了队友，只剩下对方大门了。漂亮的解围非常关键，他迅速夺回球权，将球抢走了，漂亮。鲁伊科斯塔，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。向前传进，减轻暂时解除，几乎立即就夺回了球权，转到另一侧，再打回去，混乱的场面得到了化解。本可以成就一个好球啊，只需要传球再好那么一点点就行了。 AC 米兰这个直塞球传的有点想当然了，根本没有空间，对方负责制造问题，而他负责解决问题。他应该知道这种传球简直是在浪费生命，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舍甫琴科起脚打门，这是一脚漂亮的打门。卡卡这脚射门速度倒是挺快，但是没能打正。赫内斯终于摆脱了围堵，梅西两点选择攻门打进了，这样一来他们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了。在压力下表现得异常的冷静，在防守队员的夹击和压力之下破门得分，真是让人难忘的一球。一方连下两城，而另一方毫无建树啊。这第二个进球会让双方的心态出现两极分化，落后的一方压力剧增，而领先的一方凭借心理优势很有可能会再下一城。传得漂亮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调整打门，无论从哪个层面看，他都是门神，无论是预判还是处理球都相当好。他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，险情得到化解，发动反击。踢角球最怕的就是这种快速反击。内德维德很聪明的跑位，特伦特阿诺德传中，安全起见将球解围出去。内德
射门，皮球弹了出来，舍甫琴科反击的好机会。塞尔西奥戈迪奥多斯桑托斯现在准备组织反击，这是要传给空气吗？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塔卡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选择边路，如果路线再合理一点就好了，给进攻画上了句号。传球，塞尔西奥戈迪奥多斯桑托斯，漂亮的解围，惊出一身冷汗。鲁伊克斯塔连续的脚下配合，有机会射门，好机会，差一点，不过这差一丝一毫的不行啊。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，拿捏的恰到好处。上半场的45分钟已经结束了，好的，比赛进入到下半时。其实他们可能有些操之过急，想要扳平比分，现在他们的后防线绝不能再出任何问题，否则比赛将会失去。纵身跃起，门将一记果断的扑救，非常犀利，真是好球。无奈选择了回传，特伦特阿诺德，鲁伊科斯塔，对方显然没有找到正确的传球节奏，往前传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舍甫琴科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特伦，哎呀，球被截了下来，真是妙啊，眼前一片开阔。亚历山德罗科斯塔库塔这脚踢得很远，本来形势很不利，不过他们凭借良好的防守拯救了自己，这就是个不得不吃。直接面对门将，质量怎么样？他们太狂暴了，领先3球了，比赛结果已经分晓。这个进球很好的反映了他们的战术，等待对手出错，伺机发起反击。替补球员已经站在场边，主教练准备做出换人调整了。打入3球而一球未丢，真是摧枯拉朽一般。专家级的拦截，他采取了保守的方式，通过脚下配合牢牢把握球权，几下一次出球。帕维尔内德维德准确的预判，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他找到了突破口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这脚传球质量不错，不过没能形成好机会，形势还是不错的。防守梅西，他抬脚射门，门将力保城门不失，很难说这是最佳的选择，门将通常会很欢迎这样的射门。球在莱昂脚下，内德维德，舍甫琴科，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，
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他们得到一次角球机会，这是他们的第二个角球，对手还没有拿到过角球。能进球吗？哇，守门员做出了一个世界级的扑救。我想他在门前的表现确实应该更好一些，这是一次糟糕的射门。又一次成功的防守，马尔蒂尼很好的跑位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门前失射，这很难判断落点。下次传中前他需要先好好估算一下距离啊。球在莱昂，莱昂他成功了，他们握住了救命的稻草，只差两球了。后防线万万没想到中场跟他们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，中场一失误很快就被打反击，整个后防线措手不及。主教练进行第一次换人调整， AC 米兰打入一球，为自己保留了一丝希望。这球很漂亮啊。球被对方拦截，无功而返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最后处理有点犹豫。这一打门，在夺下球权之后发起了迅速的反击，整体进攻非常流畅，这是一次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。这个替补上场的球员很快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教练的指示就是让你上场带来一些改变，看你能不能完成任务，为球队打进一球。球被抢了，莱昂你的舒梅切尔门进不到啊，不是补射，门将奋力将球扑出，错过了这次机会他可能会做几天噩梦，必须说他这次表现非常糟糕。现在禁区里的海拔一下子提升了不少，抢得头球，这个球踢的是又高又远呀。好球，有穿透的机会，突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，就很快来到了另一边的半场，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球在内德维德脚下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他开始加速，迪杰卡尔德轻松识破了对方的意图，想能否把握住机会，扑得太漂亮了，最后还是没能取得进球。不过这确实是一次非常犀利的反击，这种速度之下，对方很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守。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三个角球，对手只拿到过一次角球。好球。进攻基本打成了，但是效果不够理想。拉比尔莱昂，亚历山德罗科斯塔库塔尝试直塞，球在内德维德脚下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帕特里克维拉，大片开阔地，好机会。拉斐尔莱昂往前传，有射门机会，起脚射门。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机会了，看看能不能锦上添花。解围成功。服罗伯特巴乔把球传了出去，能做到就太漂亮了，扑进去了，好机会，巴乔怒射，球打进了球网，这实在是太精彩了，这里进球可以说是靠他一己之力完成的。足球比赛少不了这样的单击闯关，这需要强大的平衡感和冷静的头脑，这次盘带非常精彩。
这会是他们绝地反击的开始吗？这是全场比赛的最后一次射门。如果换成其他时候，以这样的努力、工作率和毅力，都有可能取得相当不错的结果。可惜今天不行。好了好了，蔡指导，别整发型了啊！起来啊！能否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呢？最令我感到意外的一点是，在通常都会严密布防的区域，他们居然是漏洞百出。他们防线中央存在着非常非常严密。